白沙屯妈祖今仔日到北港，真侪所在的居民甲外地乡亲，也一透早就来到市区准备青草的料理，要过行了200公里的信徒来享用。亲像公园度假班的动员总铺师，甲款疗人员总共是60个人，要炒300鼎的火鸡面，也佫有乡亲是特别对屏东在市街甲公园订水果，大家是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白沙屯妈今仔日来到北港，北港分局也出动大批警察来维护交通，为着迎接跩虔诚的信徒，顶面居民甲袂少善心的团体单位也来举步做爱心，除了沿路分药包，佮准备好食美食，予大家食一顿小饱。7斤的火鸡啦，800斤的面啦，600斤的菜头啦，即个做100斤的葱啊，的时阵吼，迄款哩咯做，即个咪讲几道啊，是安尼炒起来吼，做300鼎，会当哦做6000个人食，九年的款咯，九年啊十年咯，做60个人，做100工，但你做一工哦。不管是好食汤、面，也是水果、饮料，只要你想会到的，做义工已经替大家款好，连屏东的西瓜伫遮也拢食到。即马屏东的西瓜好食，赞！所以这是为屏东来的。嘿，为屏东哦，为屏东在，还佫往来干吗面安尼？这边赚50000外块，大约几斤哦？往来差2000啦，啊，瓜啊差伫1000外。个干妈咪，来晋江，全家拢是全部，卖完搞一堆来，耶！十外位义工，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白沙屯妈北港进乡，除了让人感受到妈祖慈悲的心，台湾上水风景拢伫遮。虽然妈祖进乡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，但也是有乡亲头一摆参加。有遐，我定遐妈祖爱拜拜，做迎灵感的安尼啊。今年就第一摆来。第一届来参加，我太太跟我妹妹都来啊。劳累过后留下真济泡啊！北港清洁队是总动员开始整理环境，用行动给妈祖的信仰，除了慈悲感动，也结合环保，做加好人学乐。记者吴永平采访报道。